12月13日下午，韩国女演员徐恩秀因海外行程，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发，前往中国香港。当天，徐恩秀身穿浅灰色羽绒服，搭配白色休闲裤，手提灰色挎包，低调现身机场。虽羽绒服加身，但优越身材难掩，十分引人羡慕。在进入机场过程中，徐恩秀不停和记者挥手、比心问候，亲和力十足。据悉，徐恩秀将出席12月14日在香港举行的妈妈颁奖典礼。魔方全媒韩国报道。손 흔들면 돼. 그냥 손 흔들면서 예, 잘 다녀오세요. 잘 다녀오세요. 네, 여기도 키워봐주세요. 네, 여기 나오시면 돼요. 네. 네.